1月12日下午，韩国人气女子团体 TWICE 成员 MINA 结束个人行程，进入仁川国际机场返回韩国。当天 MINA 身穿红色长款高领毛衣，搭配黑色休闲裤，手提黑色挎包，低调现身机场。虽穿着简单，但青春少女气息十足，非常亮眼。 MINA 在走出机场过程中不停接下粉丝递来的信件和礼物，十分乖巧。据悉 TWICE 将出席1月19日在香港举行的音乐银行。搜狐视频韩流第一线韩国报道。